200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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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看那边叫起司猪排，这一包十块哦。这几下大概是安尼，你慢慢看一下，几下就是安尼。那都有十块，这叫起司猪排，一块外口上到卖八十块的，这几下就是安尼。这内底加两块起司的，唔免哦，你开八百、开七百、开六百、开五百，免啦。内面几包你家己讲，先给一个人给两百人。哎，两百哦！起司猪排，这季节的好食，两百哦。内面食起司猪排无两百块咯。哎，两百啊！过内面食起司猪排无两百块。哎，两百。季节的，阿姐你讲后尾啊，这包真正好食哦。哎，两百，两百。这个加起司哦，两百个后尾来无？拢有啊吼，我来要先个。来，过来买啥？那个嘉宾过来，咱们画啥？啊不，你搞个江山羊肉有一种特别好。咱来食只江山羊肉炉，你有哪要食羊肉炉无？孙家良，这叫江山羊肉炉，一包来讲450啊，这两包就要900啊，啊唔免哦，你家900，好不好？开500，如果唔免，两个食羊肉炉，先加钱啊，400人。来400啊！有哪要食羊肉炉无？400，400。江山羊肉炉400炉，400人，两个人加吃。给那白痴，好你爽，先给钱，给小麦去，300了，300好啊，来我哩，来300，来个毛瓜，300啊，卖毛啊，别卖过来，卖毛啊，来300给他给你啊，给他给你，来300咩，给他给你，300啊，来300上面写工商银行了，给他给你啊，给他给你啊，你给钱你莫给啊，你固定一包两包，你莫好出价哦，给那白痴，只要你爽的哦，给他个钱啊，300你爽啊，边啊对家一个啊。然后停下钱喽，来掏钱没有 ？OK。我你后边帮我收着，后边你边啊钱帮我收着，啊边个帮我。够不够？边啊停下钱嘞？哎呀，没有。来700找你。哎，500，来找两百，谢谢。不不不 ，OK 不 OK。要零零钱嘞哈，电话落到你边。你咩就叫我啊？无？叫我啊？我号码号码，你帮我借我号码，就你个收起来咯。这花这这也下雨，我花这了，也掉了呀。嗯，哎，没有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拆下给别，拆下给。来了，两箱玉米拢干了花。来，进来，来进来，来玉米拢干了，要吃无？我来讲啊，300。我包拢没了，你若要吃玉米拢干，这当然香，过年我收就好吃啊。啊，玉米拢干。一个人啊，加一包，一人加两包玉米龙汤，300的、400的、500的，先加一个人加啊，100了，玉米龙汤100了，100了，玉米龙汤100了，100了，收钱啊，来啊，玉米龙汤100了，100，那个一个100，来两个啊，玉米龙汤够两个一个，我100，100啊，你俩一万大爷啊，一万多啊，大爷啊，这个大爷啊，大爷啊，百货没来过啊，玉米龙汤啊。最后一个100刷啊！100啊！遐滚来当吃啊，100尔。拢有了吗？包有了吗？来收收个。来玉米龙汤第一买啥？来超紧张。买你啊！我100个送你，100个你，100个你。这全部拢我你冰箱冰个起来无？介绍你免烦恼，冰个起来吗？冰袂起来我就另外别人啊，冰得下去吗？100，100全部给你，100啊！第二个手摇下。第二个，阿姨，这全部搁加400送你，啊！你冰箱冰个加100了，真正不要你怀疑。谢谢，感谢你。这块鱼啊叫白巴啦，这块白巴你等下收一块盐落去，这里的巴食落那吐出去啊。好，啊你甲切一块柠檬搁较好吃。这白包我来讲，画三包，画恁鱼啊，我拢总免，我全部抓来卖甲存车。这有饲无？无饲，干来一边两斤尔。我来讲，这存车恁加钱加了几呢？我不要甲你画300、500，先加钱了，200上面去。200啊！有人要200先嘛来哦。有人要食白包啦，我两包。真的我胖诶。白包有人要真的？来200诶！200啊！
什么来啊？两包，两包。有人要吃白包啊？无两包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，人家搞买落啊。来，白包要吃两包。两包。两包。你准吃了吗？哎，拢无啊。好笑啊！咩嘞啊？来啊，两包。两百啊。四个啊，两包好啊。两包，两包，来啊，两包。两包。上面吃白包啊，两包。两包一个。两包。一瓶啊。来一个啊。来一个，两包。我嘛一个啊。我嘛一个啊。注意听。我叫恁现场最后一个了，我加量，我今日无要来加价，感谢恁的支持啊，对吧？别啊别啊！恁大家加吃吧，最后一个，两百啊！最后一个两百，两百啊！再个送你，再个你，你有加两百，你有赚到，再个送你。两百，两百啊！这里，我一个啊！谢谢。到一个，最后一个两百，两百，两百。最后一个两百，谁要吃？两百，两百。最后两个，两两百，卖个老啊！老这个困难。两百啊！最后两个两百，要吃无？两百。两百。两百。拢有啊吼，谢谢。这哪个拜托佮伤麻烦你啊？两个人计，新计钱的人计哦，新计钱，你有说啊？十块两，来十块钱两，十块来只，三百一百，三百两百，两百边啊？你做啊？两百三百，十块俾你。哎呀，这个拜托了，伤忝嘛。阿姨十块俾你，谢谢阿姨，感谢你。谢谢十块两。来，一百要赶紧落我，一百要赶紧落我，赶紧落我。真好笑哦，今日来十块好白痴啊！有点黏，你冲冲。大家好，阿姐，你要洗碗无？洗碗。我干不过啦。OK。来，姐，一手鸡腿哦，别别踩下去掉，我不用这个踩。啊，海鲜没有哦。啊，去掉。你那，你那家今日阿唔阿妈来搞阿咩这个鸡腿，你也当买来食看嘛。哎，赞的啊！哎，好吃哦。这个鸡腿卖讲恁家人家哦，伊，阿个伊，阿个阮办公室的，大家往家拢买。我卖讲人家买啊，人家买较无公信力啊，连阮家己人拢买啊。这个鸡腿同个你家用我烧来当食，大鸡的上杂啦，卖五百四百，新价钱你三百我。来，三百。我两鸡我三鸡我四鸡，只大鸡我五鸡。我只个三百，只个来免五百，三百三百只鸡腿。三百，三百啊。只个就是咱讲鸟两大鸡的鸡腿，你今日搞买三百，我讲我加一鸡给你，我加两鸡，一个就好啊，新价钱，只个来三百。哎，三百。有两百只鸟两个大鸡鸡腿无？三百。三百啊。三百块了，三百好。三百。三百，两百只无？三百来啊。拢有啊，都有了吼，谢谢。你搞咩啊？无要紧啊，百五了，你食袂了？你来食袂了，拢只来我讲，拢卖歹势。小家庭、大家庭，拢啥物？百五了，要食啊？百五啊！百五块了，要食小家庭？百五啊！来百五啊！百五块了，要食无？小家庭？百五啊！真啊，来啊！最后一个百五，啥物啊？无？百五块钱啊！谢谢，感谢美女啊！谢谢美女。美女好吃啊！来百五啊！帅哥。帅哥，你帮我兄弟看几支个，该你看头前了啊，后用了啊，来头前个百五了，百五来啊，帮我看几支，来你第一个就是你叫啥，叫一支啊，上，对啊，卖讲个，阿姐在收个，好，阿哥来买个啥，这个我袂买，我卖只定咯，有哪要食这个？一支味差三杯，一杯鸡肉我两杯五百，新价钱三百啦。哎，三百啊！一杯够你一个尔，三百块了。哎，要苹果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我来讲新价钱啊，一杯够你啊，三百。最后一个八杯无啊，大杯的。一百包，一百包。八杯够上面几个？昨天差八杯了。哎，八杯。八杯一箱，八杯两箱，八杯三箱。阿姐啊，阿姐啊，阿姐啊，这三只够你吃了无？一百落啦，好啦，一百不要欢喜啊，无人无人出手落，欢喜啊，吼，来你放心吧，来，你们无人吃，咱就有咩欢喜啊，无你个地方创啊，对吧？来，你个买啊啥物无？阿姐，你要先个尽力力。OK 啊，你这个先个过，这个要过，无要紧啊，过啊，好做，好，你一提高落来了，简单处理了，好啦。啊，迄个是啊，你月亮虾饼好我食无？你甲人要讲完无？讲完了。
讲完，你若要吃的人家卖300，卖500，好不好？先给钱的人家200了。哎，200啊！我若要吃黑猪肉，讲完无200块了。哎，头前啊，包括你200块，一头前。哎，200，头前啊。包括你200了。大哥回来200。头前啊。还有要讲完了吗？200啊！200，一包卖200，一包够上你200了。哎，200。够了没啊？吗？哎，200。头前啊。最后两个人，还掏钱呢 ，OK 啊。来这月亮花枝虾饼干，哪要吃？哪这有虾仔到飞机的啊？这一包一定要150，两包一定要300的哦，唔免300。一包我送你，一包我你，一个人给4包。月亮花枝虾饼，哪这有虾仔到飞机？两个人给买落来拢无啊，先给钱，200了。哎，200。月亮花枝虾饼，这好吃哦，最后一个200没有了。最后一个月亮花枝虾饼200，上面写200。哎，200。最后一个200块，上面一个月亮花枝虾饼200。哎，200啊！拢有啊，看人要买100块试吃，看卖无100。哎，试试看看多少钱哦。100块。多少钱啊？个人要买100试吃无？100块，左边。是啊，是啊。个人要100试吃无？100。100后面还是几号嘛？个人要买100试吃无？100。拢有啊，吼！来，第一个买200下。加。第一个买200下。哎，加到一包就送一条了，唔晓得你怎中一包送你买试吃的？未嘛？你讲应该。来，我是个银包落爱过了。来，你看，若要食啥？葱抓饼、手工的，一包内底有10块，你就会加两就好食啊。一包卖300，卖500，先加钱的，100了。100块，来100块，准备。来，葱抓饼，若要2个，好去。来1包。100，来包一个啊。OK。你要2个。啊，葱抓饼块若要几包？100块哈。真的有钱啊！我不是骗你啦。10片100，一袋10块，你买得咩？加3个，够几分啊？重点是做好食啊！来，你加条我了。100够起来无？葱抓美女，你要吗？真的很好吃。4个够几分啊？一条鱼都。最后3包100，没有了。边啊边啊！